十下来，一往左就回家了。二，然后是三，有手就行。接着是四，先把它挪到目标位置正下方。怎么上去呢？这里就需要小朋友去思考，思考就能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和专注力。一往下，四就回家了。再把八腾开，退回一，第一排就完成了。第二排首位是五，然后是六。这里很简单，就这样一步步推，很解压，也忍锻炼动手能力，开发大脑，提升思维。七归位，接着把八挪到目标位置正下方。怎么上去呢？可以用第一排的方法。五下来，八就回家了。再腾开始，退回五，第二排就完成了。接着是第三排，把孩子玩手机的时间来玩玩这个华容道，是不是更有意义？最后一排就比较难了，只有一格空间，以退为进。我们可以采用转圈的方法，把第三排的数字退下来放在这边不动，接着把最后一排排顺了，再一起转回去，整个数字华容道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